麦冬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下周回国。哎，海龙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哇，我下班没事过来随便逛。随便逛了？嗯。哦，明白了，查岗。瞧你那贱样，我查什么岗？我查谁的岗啊？哎呀呀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跟我装了。平时打电话都叫不来你，今天不请自来。看苏苏的吧，看他干什么呀？哎呦，还跟我装是吧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把苏苏给你看好喽，不让别人惦记上。我理解你，像你这个年纪找了个年轻貌美的女朋友，表面上很风光，暗地里没少操心，是吧？哎哎，我操什么心？就我这魅力啊！哎呦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公公，我今天来，我是请你吃饭。请我吃饭？嗯，哎，我刚发现一家火锅店，地道的川味火锅，怎么样？我太仗义了，咱走吧。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你是不是团长？把团里其他人都叫上。其他人？对，都叫上。你脑子让驴踢了？我脑子就让你给踢了。啊，后边说话，又不是花你的钱，再啰嗦我可不请啊。行行行，就行。啊，正好吃亏难受，占便宜没扣。废话，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大家收拾收拾东西，吃火锅去。吃火锅？谁请客呀？就是啊，谁请客啊？别闹，这不看大家最近练得很辛苦吗？慰劳慰劳大家。团长请客，赶紧收拾东西。团长万岁！吃火锅了。苏苏，收拾东西啊，吃火锅去了。知道谁请客吗？谁请客跟我什么关系？哎，你要是让我当领舞，我立刻收拾东西，跟你吃饭去。哎，这是我朋友，跟你朋友先聊着啊。哎，苏苏，要不然我们跟他们一块儿去吃去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拉不拉？那个，走吧。嗯，白苏呢？他还得再练会儿，想当领舞嘛，总得比别人付出的多一点嘛。想当领舞也不差这一顿饭的功夫吧？还这么边上还有小鲜肉呢。妈，小鲜肉。别耍我！你不去，那谁买单？哦，苏苏不去，你就不去，是吧？我是不是你还跟我装，还说不是来看苏苏的？我真的有事儿。你呢？拿着我的卡，没密码，你随便刷，行吗？亲兄弟，太仗义了！吃饭唱歌一条龙啊！哎哎哎，只能吃火锅啊！
来了。哎，你一个打工狂人，怎么竟然会在家休息？打工狂人，你需要充电呢、啊。你是不是太无聊了，想上来找我玩？是你太无聊了，好吧？在书稿里竟然把我写成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魔头，我找你玩，我揍你差不多。我写的是事实啊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像一个，sorry。但后来我对你的印象有改变呢、啊，我都写进去了，你没看到吗？是吗？对啊。怎么写的？我就写说我认识你的家庭，知道你承担的责任。也写说你是一个很可爱、很善良的女孩啊，是吗？嗯，这还差不多，要不然我肯定会罢工的。喏，你再把你的书稿重新拷贝一份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啊，我在公司用了一下，不小心中毒了，全报废了。